去年的嘛，我在太阳嘛，百里涛的嘛，两回我，那你能什么了？我才跟你说的啊，他早上上班5块钱洗碗热干面，那你太阳还是要穷的啊，少少，还挨着你们三碗的，我到哪里去走？那晚上你不会打死人？一个内行的是看门道，外行是看你他们的几号的生意，几号的生意呢？一个扇子还是5块钱一碗？我搞了去了。哎，这个样子多长时间？呀，这个楼台，楼台楼跟我两堂，要换的，哎，要换的，这都换的，那就没有鲜味了。你这把盐把的随意啊，要不要称一下？贵贵呀，还、哎、你说这个人呢？你要是说熟了，根本就不漂亮。咱们都有个哈手，你这个女的把这个人呢、啊，翻车还是要的水平的呢，翻不到一翻的嘛，水到处是的。你个哪有的么子用谷子啊，在屋里跪高啊，都不行。别人都用个白布包了，你这个搞个什么？他不，这是看个人物的，他有的啊，他是配料是打成粉子，打成粉子叫他，但是我们用不习惯他的。他染色了是吧？他不是的，他夹着粉子免得别个学，偷到了么子了？哎呦，妈这么大，你妈你生意做得完？炒了明天早上要炒，反正你们炒了还要补。蛮麻烦的，最后到餐桌个那边都看得了的。大日子我都要吃，哎，这个那你妈5块先发传单，那么把日子累死了。卖五块，他们还是赚钱，他的成本低些噻。问我说，我说量力而行的，真的是别个一来一般的小费，打个勺子下碗面30斤，喝瓶红料43块钱。哎，你不喝红料，你喝着混啤酒，45块钱。你说把一么小区的么子别个拿着洗洗洗，你掏点钱，你妈的找人先量。到时候我打了忙了，我把那个勺子我卖出去噻。你看我到那里东里西的，我是难得搞呢。嗯，叔来了，小明。嗯。哎，现在。年轻人呢，我车贷、房贷也不给拿钱呢。我们放开了。早上去给你妈过5块钱的，家里的晚上回来带一锅菜，他烧我5块。是吧？我们被腰痛，当天跑出来，当天到处把它下出来，把它切出来。那别个看到我们的腰子啊，像猪肝。东西好，别个不吃有钱，我不卖有东西，别个一下子，你不吃别个吃，你要吃的运气，吃的比较善良。40块钱，还有腰子。你看，我今年70了，吃的像不像50？40。妈，别个哪个找你个红茅台？你说我天天的，干嘛嘛？这别个是正宗的茅台呀、啊，那不是假的呢。这一瓶得多少钱？这一瓶30钱。